공간이 있는 거 좋아하고.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的比赛呢也是已经开始了，双方是一边再战。今天主场作战的是延边府的红色的比赛服，下面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客队河北海幸福呢还是白色运动上衣黑色运动短裤，下面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为你带来本场评述的仍然是金超和鲁敬明啊。下半场刚刚开始，这边看河北华幸福应该是进行了一个人员上的调整，赵明剑下上了董学生。超哥觉得这样的一个调整会不会改打一个三后卫的体系？好像从开场到现在看这30秒钟的情况来看，是把张成栋啊调回去打了右后卫。嗯，上场比赛里面我们也提了一句，就是成栋呢毕竟是一个多功能球员，右路通吃。没错啊，我说在国安期间，甚至是在巴列卡诺期间也打过这个边后卫，甚至一度还打过中卫啊。但是我们说上这个董学生呢，明显能够感觉到佩莱格里尼还是对于这场客场的比赛啊要摄取三分的。丁海峰，而且去年其实在主场的比赛，当时应该还是李铁带队啊，就是董学生的主场的制胜球是战胜了延边福德。在关注到比赛的同时呢，还是要提醒您 PPTV 智能电视点燃中超赛场，本场比赛将送出2台 PPTV 智能电视， PPTV 智能电视 4K 高清为你打造大屏体育盛宴，精彩赛事不容错过。贝什的拿球，董学生他把球给出来，球还是丢了啊！延边打到左边路，这一侧很空啊。调试好，再给斯蒂夫。相对于上半场的站位情况，那个圣诞树的站位呢？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始，河北华夏幸福这边应该是调整了站位的情况。哎，这一侧右边啊，这球应该还是能够控制住的啊。角球啊，裁判应该是给了一个角球。哎，这球有点可惜了，自己脚下打滑。嗯，这个调整之后呢，应该是变成了一个4231的站位情况。这个4231的站位情况呢，右边后卫换成了张成栋。是。那么双后腰的位置变化比较大，现在是阿尔纳利斯搭档赵宇豪的双后腰。嗯。尹洪博左边前卫，拉维奇前腰，阿洛伊肖右边前卫，中锋董学生。嗯，看看这边的角球啊。前点低点还是被河北华夏幸福的球员顶出来，有反击的机会，沿着中路，哇，这边高速的突进，再人球分过，还能挤进来吗？再给，这一下应该说突破的不错，拉维奇就有点巅峰拉维奇的感觉啊。虽然没有那个我们觉得加速度静止，但是他对于球本身的控制能力啊体现得非常明确。对，其实一直聊到啊，这边应该是界外球罚出来，还有下底了，到三角传进来。第二点啊，保补到第一下还打空了啊。这球董学生有点可惜了，拉维奇突破传球做的都非常好。是，下半场比赛明显感觉到河北华夏幸福的进攻提速了啊，主要还是在于这个前场的几名球员的变化。拉维奇的位置呢，来到前腰，就彻底是一个十号位的球员。好像这个位置呢对于他来说现在可能更喜欢一些。在关注到比赛的同时呢，还是要提醒您 PPTV 智能电视点燃中超赛场，本场比赛将送出2台 PPTV 智能电视， PPTV 智能电视 4K 高清为你打造大屏体育盛宴，精彩赛事不容错过。哎，这就是我们说的拉维奇在中路组织后场向前场的传递交给阿尔纳内斯，而阿罗肖呢打了一个边锋，我们看这个就比较清晰了啊。是，再推到右边。另外呢，让张成栋代替赵明剑打右边后卫呢。哦呦，这边投球、哦、呦，上董学生，我们说就是上他这个高点啊，给到禁区内低一点的一个争抢能力。先让这导播画面切的啊。大概这意思咱们明白了，对吧？反复的来看边路45度起传中，这个是前方的信号。是。
哎，秦昊也是回来了啊，还好比分没有发生变化。还是接着刚才这个话题，我们说上董学生之后啊，你说整个这种攻击有立体性了，有高点的这种和支撑，确实刚才那一次的头球呢做的还是不错的。头球点的不远，第二点拿下来，张伟鹏后场起长传啊，类似于对角线的传递啊，要求球的整个的落点非常的精准，很难。上个赛季呢，河北华夏幸福打了很多类似这种长距离的传球，是，当时呢更多是后场向前场过渡给外援，那也因为是没有像尹洪博啊、张成栋啊、赵宇豪啊，这样一些国内球员做中场的支撑，当然也没有阿尔纳内斯。现在呢，佩莱格里尼已经把球队呢修整成为另外一个面貌了。他更多的把，比利亚雷尔啊、马拉加啊，或者说曼城的一些这种技术风格带给了现在这支球队。没错。倒是颜面富德这种长距离传球要更多一些。哎，刚才应该又是打到丁海峰的身上，要了一个角球。今天延边的角球要了很多，没错，而且上场比赛呢，感觉更多的角球都是打到一个前点啊。看下半场比赛吧，会没有这种前点、中点、后点的一些变化。伊米加兰，球起来，倒钩的解围啊，好球，在前场就是把球给抢回来，看一看再分边，啊，裁判应该是先吹越位了啊。苏宁易购418活动来了，家电买万返千，手机电脑低至五折，还可抢赢球红包，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应该是还是董学生刚才那次的头球啊，前面拉维奇的这个单骑闯关啊，横敲的这一下其实是。球速方面有点慢啊，另外可能最后这一下脚下没力了啊，球的出球的力量还是显得有些轻。那总体来讲，比巅峰时期呢是降了一格。是。哎呦，漂亮！应该能拿下来，高速把球抢下来，看看京城大，速度也是真够快的。还有外线，把球传起来到中间。可惜今天啊，确实在第一点方面啊，延边这个不管是角球的争夺，还是这种运动战啊，起传中都没有办法能够拿准啊，拿好。镜头也是给到高准翼啊，哇，又是角球，这角球是拿了一大把，但是这个效率值不高，而且球队没有说像长春亚泰那样有那么多的高点，是。还是银笔加蓝，仍然是角球，还是前点。我觉得干脆要点实惠的，运动战当中，还是给对方一些威胁，不要要这么多，看上去很热闹，但是没有实惠的数据。没错啊，好的，看看这边河北华夏幸福的反击，左边路起到后点吗？还好啊，这一下在中间应该是被防守队员拦了一下，能够感觉到颜面福德确实防守的时候啊，回防的速度这种执行力很强啊。踢着踢着，这个红的球员，我们说就比白色的这个上衣的球员人数多了。其实你看刚才拉维奇那一下，我们说已经很快了，但是前仆后继啊，过掉一个，还有传中之后，中间又是两个延边的防守球员。不过我们也能看到，从华夏的角度来讲，下半场这个变阵之后，他们的决心，包括对应到下半场比赛一开始那段时间的攻势。不考虑延边接连拿到角球的这种情形，这个阶段其实这个攻势啊，能够获得的东西还挺多的。没错啊，大范围的转移给到左边路，张成栋的解围，这一下背身拿球，球丢了。还是拉维奇，确实拉维奇现在在河北华夏幸福啊，有点去打个前腰啊，边前腰的感觉，经常会从左边移动到中间去接中卫也好后腰的这种出球啊。
这个阶段他跟阿洛伊西奥有一些换位啊，换过来以后呢，阿洛伊西奥出现在十号位啊，也就是中锋的身后这个位置。那么拉维奇去打边，但总体来看呢，更多的时间拉维奇就是前腰。是。所以上一场的比赛，当时阿洛伊西奥的第一个进球就是拉维奇在中路策划交到边路给到张成栋，看看左右边的空当。传的不错，阿雷西奥球停的也挺漂亮的，面对朴世豪，球捅出来，再给进来，机会来了，看阿雷西奥打，哎，这个球进了，阿雷西奥56分钟帮助河北华夏幸福在客场取得领先，野牛本赛季的第3粒中超进球，他的状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嗯，从刚才那次停球，再到进攻的组织连接，再到最后一击，是他所展现出来的部分啊。应该说是这几场比赛以来好状态的一个缩影啊，没错，而且明显能够感觉到董学生的上场啊，似乎是给到阿洛西奥更多的发挥空间。我说把这个高中锋顶到一个单箭头上，他可以往边路去游弋，有更多的就是我们说持球攻的机会啊。要不上场比赛可能对方整个三中卫啊主防就是阿洛西奥，这球啊好像还被防守队员碰了一下啊，有一个折线。池文英啊没有能够完全把球扑出来啊，这又是拉维奇助攻，哎，就这两个人现在一旦换了位啊，这下半场比赛刚才我说了一个但是，就是要拉回到这个换位以后的情形，一旦换了位，上一场的后半段我们已经看过了，就是这个路子很可怕，没错啊，几个拉丁球员，先知阿尔纳内斯啊，野牛阿洛伊西奥，再加上曾经的那不勒斯闪电拉维奇啊，这三个人之间的相互配合，有的时候再加上来自河南的尹洪博啊，这个后排杀上特可怕啊。对，没错啊，而且我们说这个佩莱格里尼本身就是智利的教练啊，西班牙语也懂，对吧？说的就是西班牙语啊，跟这几个南美的球员，尤其是拉维奇啊，说的东西可能听得明白啊，那是他们是同一个语言啊，是。在关到比赛的同时呢，还是要提醒您，418来了，苏宁易购一年一度的家电3C狂欢，快上苏宁易购抢爆款领红包。哎，当延边攻得很凶的时候呢，我尤为为他们的后场感到担心，特别是佩莱格里尼半场敢于用一个中锋换下一个边后卫的时候，我们大致知道了这位向来不喜欢先发制人，而喜欢后发制人的教练员，他要出招。没错啊，而且啊，确实我觉得佩莱格里尼对于场上的局面分析的还是比较透彻。超哥，其实咱俩中场的时候一直在聊，就今天的延边的集中的这种我们说三区的传递是在两个边路，那么可能在这个打对方阵地战的时候，后腰方面一个赵宇豪。可能觉得够了，那我莫不如就把阿尔内斯的位置往后移一移，对吧？我中路呢，把这个拉维奇和阿尔内斯这种双前腰的战术争取发挥出来，把一个张成栋打个右中场拉回到一个右边后卫上个前锋。这个中场的直接的碰撞和较量，确实，因为对面这个中间中场只有池忠国和这个田玉龙，是哎，好机会啊！这就是我们说到，是延边啊，其实在中路给到对方的威胁不足啊。当然，现在的一个好消息就是赵宇豪这边拿到一张黄牌。如果还是沿着中路去攻击他们这个内这个后腰这个位置的话，赵宇豪如果说一旦再有一些大的动作犯规的话，很可能要少一人应战啊。赵宇豪呢，向来动作啊，在浙江的时候我们看就比较大，哎，但是这个赛季这几轮看下来呢，我觉得他有一定的进步，他在动作和情绪的控制上呢，有一定的进步。是，但是关键现在就是这个头发啊，比较容易引起这个裁判的一个对于他的关注啊。他动作是比较大，再加上造型的确就像金明说的比较夸张，很飘逸啊。这球扣回来啊，还是力量大了。前场的反抢，其实是一个进攻有力的，裁判还是吹了。同样也是给了延边这边一张黄牌。右边后卫啊，或者是右边翼卫23号的裴玉文。裴文呢，在2013-14年啊，之前是去到了这个前沈阳中泽踢球。其实他2005年就已经开始在延边一线队效力了。哎，看看中路能不能挤进来。
比赛也是进行了有一个小时，镜头是长时间的给到佩莱格里尼。朴泰夏现在的压力会非常大。嗯，他这边的情况呢，非常像他的邻居，李章洙和长春亚泰，踢的不差，是，大家很努力，关键时刻不进球。对，就是场面啊，其实不管是长春亚泰的这几轮的联赛，以及延边富德的这个比赛，场面都不吃亏，不落下风。但是呢，确实进球啊，尤其延边这边很少啊，长春亚泰那边好歹这一轮还进了两个。就是那边是进的不够，丢的多。哎，这边呢是真的是不进。对，这边是不进，丢的其实不多啊。但是最终的结果都不好。是。当然，今天的比赛呢，他们还有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看看能不能够有挽回的余地。但是就整个的态势来讲呢，就今天的比赛是一个缩影。什么概念呢？就是确实就像静明说的，很多很多的比赛，他们呈现的比赛内容很不错。没错，这还是刚刚那个进球啊，有决心，有努力，有表现，有机会，最后没赢。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糟糕、非常伤士气的一个怪圈，确实是比较伤士气啊！右边路的进攻又来了，倒三角传回来，牛魔这个球啊，前插的不够坚决啊，这球倒三角其实传的线路是不错的。在关注到比赛的同时呢，还是要提醒您啊，买洗护、买母婴用品，上苏宁易购，选保洁产品啊，更多优惠在等你。像类似的这种怪圈的现象呢，在世界足坛屡见不鲜。嗯，这个太常见了，每一年在每一个联赛里面都会有类似的一两支球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他们陷入到连续的压力当中，啊，连续不能取分。哇，这是什么情况？哟，这边好像有球员受伤了，阿洛伊西奥吧？嗯，看一下慢动作啊。这个球这角度来看的话，是不是阿洛落下来自己啊，这个左脚好像没有能够踩实呢，还是给了吴永春一张黄牌，觉得他这个抬脚有些过高。延边整体大家都比较着急。嗯，从吴永春这一次看，哦，这个角度看得很明显，他确实是过来有点这个飞踹的意思啊。就比如说今年英超的水晶宫这支球队啊，实力很强，前场的班底非常的不错，上半个赛季他们有很多的比赛踢得很努力，踢得很生猛，踢的机会很多，最后输了。最后阿兰帕图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是没有办法逆转局面，只能自己下课。今年我们说主要是实行玄学啊，看看给到后点，点到中间啊，哦，这个球啊应该还是球门球。而从下半个赛季一开始啊，这个阿拉戴斯也没有办法找到这个正常的一个赢球的一个节奏。好，到最近了，这个整个球队扎哈呀、卡巴耶呀、汤森德啊、本泰克，其实这个阵容很强。是，哎，正常了。那3-0赢阿森纳好像也不是那么冷啊。昨天在说这个水晶宫的比赛啊，球迷也开玩笑说这个哪是水晶宫啊，就感觉是穿着这个水晶宫球衣的巴萨啊，在跟阿森纳来踢球。阵容很强，就是有的时候哪哪都踢得不太顺啊。上半个赛季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现在长春亚泰和延边富德这两支啊，这个同省的球队啊，现在遇到的情况很相似。因为这几轮的比赛，我们也转了他们很多，我们发现他们踢得很努力啊，很敬业。是，可是越着急越不进。其实，另外超哥，你觉得是不是？其实有的东北球队啊，整个赛季初这种状态不好啊。就是这种慢热的情况都是有同样的一个问题，当然今年可能辽足的整体的情况还好一些，对吧？但是你说像延边也好，长春亚泰也好，就都是存在这种慢热的一个情况，然后再加上我说每年赛程都是客场开始，导致这个从一开始之后加上慢热，再加上客场这种作战的不利，导致球队目前来看局面很糟糕。嗯，前几年真的是有类似的情况。嗯，但是去年人家延边开局不错，很生猛，今年不好。看看这边进攻，哎，想吊门啊，这是啊，想法不错，嗯，脚法的运用差了一点点，球当然可能有点四传四射的感觉啊，最后呢有点奔着球门的意思，弧线拉得很足，高度方面还是稍高了啊。
调试好。这如果真的是炫到球门之内啊，我觉得杨成可能也没什么办法。这个球是能够体现出一定的视野的。嗯，调试好总体来看呢，从这三四轮的比赛了啊，他打的时间也很长。嗯，是。总体来看，他这个赛季应该会坐稳这一边，只不过看球队到底会不会切换阵型，有可能会在四后卫和五后卫之间再做一些考虑。包括说实话，两位韩国的教练员啊，这个现在我觉得也不是他们什么很好的运气的时候，这个运气最近也很差，他们的帅位现在岌岌可危。对，感觉进入到2017年啊，整个这种足球圈跟韩国只要是带上一个引号的啊，或者加到这样一个括号里的，似乎都不是很顺啊。嗯，最近这个其他的客观的因素我们就不去考虑啊。嗯，仅仅是说这两个球队而言，我觉得这两队的教练员很努力，但是他们的效率值不高。是，其实超哥刚才我们也聊了很多，因为这段时间整个的比赛的场面来看呢，不是特别的精彩。有的时候像这种中超的球队，或者是刚来到中超的球队，之前我们说像石家庄永昌啊，可能上来之后第一年大家都不是很熟，再加上自己整个这种拼劲儿，在整个联赛的排名还是不错。一是进入到这种二年级，就所谓这种第二年，是不是所有的其他的球队可能对于这支球队有所了解，再加上球员这种诉求，就是我的目标的排名，我想要保级，但是似乎又觉得，哎，我之前去年保过级了，但是如果说想往前四去争，好像自己球队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会不会给到球员很多这种困惑？的确啊，这个在世界足坛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案例，就实力不足，但是在第一年踢出好球的球队，遇到二年级的问题。哎，这个球高准翼，这个好像要往底线解围，是觉得对方的角球不够多是吧？对，觉得对方的角球啊，好像传中的落点都不是很理想，当然应该还是解围失误。看一看，又是再起传中到禁区里，二点，再挑，两个人已经抢到一块了，银比加兰。传中，好球！哎呀，多好的机会啊！斯蒂夫啊，银米加兰那个球传的已经是足够好了，只要是左脚，我们说能够包住，把球包住，包到球门范围之内，这球必进。这就是一个边锋或者边前锋慢慢往中锋属性啊，这种我说整个锻炼的一个过程啊，需要交一定的学费。这脚球传的确实精彩，绕过各个防守关键点，同时对方的门将出不来，是很可惜啊。斯蒂夫这球没有能够打进。这种球呢就真的是运气了。嗯，赛季打到现在为止，颜面负责距离进球如此之近，依然没有破荒。没错，而且刚才那个球我们说银米加兰传的真的是足够好啊。而且啊，其实下半场比赛一直聊到，我们说张成栋呢，虽然说在之前打过很长时间的右后卫，但明显感觉到刚才那一下他在右后卫没有能够完全收进来，就是作为这种边锋球员跟后防球员这种位置感，长时间不打还是有一定的下降啊。这种注意力其实应该是收进来去包中锋，或者说是自己中卫遗留下来给到中锋的空当的一个补缺。还是这一侧的任意球，仍然是银米加兰，他投球，哦，还是斯蒂夫，连续找到斯蒂夫的头上，顶偏了吗？应该是碰到了对方的防守球员的头上啊，角球再开起来，还是这个点，后点有机会，停大了，看看何华幸福的反击。又是一波连续的攻势，延边在这种连续的浪潮般的攻势方面往往能够推动得出来。嗯，但是很可惜啊，哇，角球是8-1啊。是，今天的这个角球的次数感觉延边有机会上10啊。哎，自己传球失误了，花幸福给到阿伦笑。嚯，但是还是那句话，你这个角球就算上了20，嗯，你的这个得分是0，那这个比赛照样是拿不到什么东西的。确实如此啊。二年级的问题呢，很多球队都会遇到啊。我们会看到很多的球队，当
进入到第二个赛季，开始逐渐的被一些熟悉的对手啊，这个开始找到门道的时候，他们的这个特点会受到限制，尤其是延边这种靠特色的球队。没错，佩莱格里尼这个表情也是明显感觉到这段时间延边的进攻还是给到了防守的球员很大的压力，看看能不能通过这种自己的进攻吧，定位球方面扩大比分。还是拉维奇任意球开进来，同学的解围打到外围直线抡了，呵，这球阿尔南内斯没有能够压好啊、先知确实是有一脚外围远射了，这就是刚才这一下斯蒂夫沃哈、啊，你看是谁回来了？是阿伦西奥回来了啊！总体来看呢，这个沛公啊，对于延边的特点已经有所了解。他今天选择的策略呢，就是我会知道你是一个急于求胜的球队啊，有一点点像曹刿论战啊，让你先来猛的，一股二股三股过去，我在下半场比赛换人调整，打你一个冷不防，是属于这样的路子。到了这个比分层面上，他们领先了啊，他们又开始稳守反击。现在是延边一股二股又来，看一看这段时间啊，延边的这种进攻吧，势头是不错啊。关键是这个一锤定音的事儿，谁来去做？如果三股再下不来，嗯，那很有可能这个河北华夏幸福又要打反击，又有他们的机会出现。就是感觉有点在这摔的意思了。就是这样啊，其实虽然是一个古代的兵法案例，但是放置于现代的足球这样的一个竞技体育的实际战场，非常非常常见。嗯，还是向前挑啊，连续的用那种挑传啊，传的不理想。现在就是两股过去了。哎呦，这边又是打了一个身后反击，抹到禁区里小角度。给到中间啊，没有给一个倒三角的线路。这两股过去以后，这边就要开反击了。是。吹了张成栋的犯规，任意球快发出来，给到伊米加兰。调整好，田一农，没有什么好机会啊，只能是选择回传。镜头也是给到延边的球迷啊。神情来看还是挺焦急的。还二点的解围不够远，还有拿回来，调整自己的身位，伊米加兰再推，调试好，下底传，看看后点，哇，这一下呀，应该说在后点丁海峰保护的不错啊，真的是硬碰硬。是现在看延边的比赛，有一种这个啊，这球没有点球，有一种这个看上去挺悲情的色彩。大家拼出了120%，哎，但是就是进不了球。是，他们苦苦的在寻求赛季的第一个进球啊。确实，我们说延边人民对于这个比赛的斗志永远是最旺盛的啊，他们不缺乏一种比赛的激情。但总感觉目前缺乏一个救世主啊，谁能够最终的站出来？而且在替补席方面来看，好像也没有特别合适的球员啊。前场的任意球的机会，河北幸福这边是一字排开，看看任意球选到中间，点还是太浅了。头球的解围啊，
再往禁区内掉呢，刚才这个球速也不快。接下来球掷进来，斯蒂夫给到中间，再推。75分钟以后呢，就是进入到联赛的收官阶段。这个阶段呢，拼的就是意志品质了。因为延边，我觉得总体算下来，可能有40-50分钟的时间都在一个高速往返的过程当中。嗯，啊，我正想说呢，何北华这边跟着他们踢啊，他们的平均年龄以及这个球员的风格，是这个延边是一个典型的全攻全守、高速往返的这种类型。哎。这就我刚才说过的，这支球队踢的是很有特色的。河北华夏这边的很多球员呢，更多的包括阿洛伊西奥也好，包括拉维奇也好，包括埃尔纳内斯也好，他们都是技巧型的这种，现在年龄也不小的拉丁球员，跟着你这么跑啊，一会儿他们也不行了。是，我们说这个简单来讲，就是可能延边的比赛，我们说都是一直在踢啊，保持在一个比较统一的节奏。就河北华夏幸福的很多的球员，尤其是前场的几名球员，都是踢一会儿歇一会儿，踢一会儿歇一会儿啊。今天在客场发现，哎，遇到这个对手确实是比较难缠啊。尤其我们说像拉维奇、阿尔南内斯这样的球员，有的时候可能5到10分钟是在场上隐形的，但是他们一旦出现，自己的机会就来了啊。阿洛跟着这个节奏啊，他会很累，因为野牛的风格呢，相对于另外两位呢，他会更拼一些。对，我们刚才也看到他有高速的往返。包括回收到本方禁区的防御，那这个跑法，这一会儿野牛也出现问题了。这个延边的球员说了是吧？说呢找这个我们说阿尔内斯也好，拉维奇也好，对不上夹，因为这几个人总歇着。野牛是一直跑啊，跟他我们说是能够棋逢对手的。所以说你看野牛这段时间确实整个的身体的对抗啊，受伤的情况也是频出。啊，场边是有异物砸进来。哎。这边野牛也是投诉一下，给主裁判啊投诉一下。哟，张雷这是不是跟第四官员在交代什么？看这个方向好像是啊。但是看这个延吉市人民体育场，应该也是一个专业。或者说我们是这种综合性的体育场，嗯，球迷离这个球场距离还挺远的。对，要想扔到那个位置其实挺不容易的。感觉是个手榴弹战术啊，大力手抛球。哎，这边机会来了，刚一看给身后，好机会，哎呦，感觉力量啊还是稍重，而且我们说这个球啊一落地，草皮的质量不是特别理想，蹦蹦跳跳的啊，线路有些诡异。看看河北华夏幸福的进攻还是沿着右边路，再给到中间。杜月笙这个位置还没有能跟上去。漂亮的反击，没有越位。哇，这球越位，单刀起来打，1-1，延边福德终于迎来了本赛季第一个联赛进球。9号金城大，这个球不越位啊，这球不越位啊。这一个应该是一个全队我们说期盼已久的进球啊，所有的全抱到一块儿，我能看到这支球队其实非常的团结，而且从刚才我们说防守那一刹那，河北华夏幸福整个后防线提的有点靠前了，金城大终于是开壶了，其实地下停的我们这个球领的有点大啊，确实是好球，往回应该是移了一步，往回是应该移了一步，这个角度呢我觉得不能完全判定，因为这个角度是一个有一定的30度左右吧，有30度左右的这样一个侧方向，不是一个平行角度，看得不很清楚。但是助理裁判的确没有其余，就主要要看一看他跟丁海峰谁更靠近球门啊。嗯，感觉他那个往回撤那一下，给到是不是右侧张成栋还在后面？张成栋跟丁海峰的位置都有点靠自己的本方球门啊。就刚才那一下，当然如果说给一个平行画面，我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这就是第三股，如果这第三股过了，估计真的没气儿了。这第三股终于是进球了，是新赛季的第一个进球，第一个进球啊！哇，小球迷都哭了，很激动啊！哎呦，这一刻啊，两种情绪的体现啊，一个是我们说这个振臂高呼，另外一个真的是拿队旗掩面而泣。但是我们说都是庆祝这个进球。这今年哇，这边进攻又来了，
看能不能传进来啊。金城大这一下似乎是脚上无力啊，可能前面跑得太凶了。这也确实体现出延边这支球队的他的一个比赛的风格啊，他是不犀利，九十分钟全情投入，全攻全守。而从他整个的这个精神属性上来看呢，这是一支非常团结的，也是非常坚定的一支球队。包括他的这个球迷的特征，上个赛季他们能够在投入那么小的情况之下，打出一个第九名的排名，这应该说，奥斯蒂夫是不是认为杨成禁区外接球了？我们说上个赛季他们的成绩是一个奇迹啊，但是事实上看他们的比赛，包括媒体给的评价是非常高的。没错啊，而且其实他们早早就已经提前锁定了这个我们说保级的名额啊。镜头还是一直给到金城大，中场抢得很凶啊，再推到左边路。由于这个第三股啊，他们是得分了，所以这下子对他们的士气又是一个新的激发。没错，就是相当于强心针。再给到斯蒂夫啊。另外呢，就是华夏的整个球员的特点，这球好像有越位的嫌疑。没错，超哥，你觉得这个时间，佩莱格里尼是不是应该进行一些人员上调整？尤其是在这个中场，甚至是在两个边路。现在球员们方面这个体能是出现了一定的问题。没错，这个就是我刚想说的，他们的球员的体能状况是不如对手。是这个赛季比较吓人的球队，比如说山东鲁能，这个就是下半场比赛特别狠，这个体能特别好。对，那个有的我们看马加特对于整个中国联赛的评价，他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你这个先别去讨论什么技术战术，首先你的体能，你下半场比赛还能不能够挺得住？当然，这个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观点。但是至少现在鲁能的这个战绩对他的这个，体能训练是一个很好的肯定。没错。现在看华夏这个，哇，你看华夏的这个劲头啊，现在比这个延边球员的劲头好像是矮了30%。确实啊，这刚才这一次的抢断啊，这个主要是对于这个球权最后没有能够拿下来啊，感觉有些遗憾啊。吴永春也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已经有张黄牌了。现在对佩帅来说比较两难。如果换球员上，那必然牺牲进攻线的角色，因为能上的进攻线球员全下了，是全部都在场上。哇，这边又是反击啊！金城大右边路，中间两个人能不能给过去？有些犹豫啊。在换上了董学生之后，再考虑的像李航啊、像罗森文啊这样的一些换人都偏向于防御。没错。那没有进攻线球员再去调动，确实如此。而且其实可能考虑到，如果真的是像罗森文、李航这些球员，就如果是金城大刚才那个机会没有的话，对这个时间可能会换。没错没错，就是如果是领先，那可以考虑。又是传中到后点，这个球队的边路的打法非常的犀利。上半场比赛就是考虑到赵明剑这次有点防不住斯蒂夫。啊，斯蒂夫在金城大上场以后呢，在内侧的威胁大，制造了很多角球，换了张成栋，那么现在又换成另外一边了。哎，这边丁海峰顶不住，哟，这边要上17号的朱海威，上朱海威之后呢是下尹洪博，朱海威之前在这个权健的前身啊，天津松江是有过效力。当然也有过这种去到普乙的一个留洋经历，去年的比赛打的不是很多啊，今年应该是第一场的比赛，当时我印象朱海威上了啊，这是第二次中超的登场，看看华夏幸福的进攻吧。拉维奇和阿尔南内斯这二位今天有点踢不动，有点跑不动啊，明显拿球之后降速。挑进来，看看外围这一下停得不错，选择直接打门呢，不是个很好的选择。哎，这个解围也不干净啊。野牛是那种能够在前场再搅和搅和的，给的还是深了一些啊。
这应该是刚刚上场的17号的朱海威。边边这边也要换人了，田东农被拿下来，上12号的江洪泉啊。田东农其实今天的表现挺好的，嗯，我们说田东农本来应该是一个3号的球员的，打后卫出身，现在是打到了一个后腰上啊，上了12号的江洪泉。哦，抱歉啊，田一农啊。江洪泉呢，毕竟还偏防守啊，从这个人员方面的具体选择上来讲呢，嗯，那应该是对这个一分啊，暂时还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啊。是，当然了，以延边现在这个前场这几位，尹比加兰、金城大和斯蒂夫的战役，以及他们的体能状况来看，哎呦，又是角球，应该是角球啊，这球应该是先出界了。以他们几位目前的战役来看，他们还没有收兵的意思。是，这应该是他们今天第9个角球，对面是一个。确实他们是今天踢得更努力的一方。嗯，看一看这个角球吧。刚才池中国也是过来问你们家兰要不要做一个战术角球啊，角球直接开到禁区。嗯，还不如开一个战术的。球没太看明白要开什么点啊。这个球开得很危险啊，如果啊还没说完。哎呦，漂亮。这边刚刚拿球，门将出来了。哎呦，我说开得很危险，是就这种球开得很危险，你还不如战术角球呢。你拿了9个角球到现在没效率，你还不如来个战术角球呢。而且刚刚那个球开的那个点，直接是给对方打反击的。对，伊米加兰想要带了一下改变，因为前面开了太多的前点，效果不好，来个后点，结果队友全没想到，是队友全在前点等着。还是挑身后，好的，哎，看能不能拿下来。哎呦，这段时间花西湖这个后防啊，就是整个现在中场给到的帮助不多啊。现在是双方的死磕搏杀，是，就看谁能够咬牙坚持到最后。有点英超最后几分钟的感觉啊！张成栋沿着右边路高速带球，45度起，还是被防队员碰了一下。好的，让过来，外围再推，继续前沿打。这边打下来以后，看华幸福还能不能够回防。直接刚才那次金城大的突击就没回防成功。没错啊，直接又是反击找金城大。哎，这边想挤过来啊，跟人还有一个身体的接触，裁判是没有吹犯规的啊。金城大可能这个体能啊，这么冲啊，也是有点带不动自己了啊。任航这个位置站得很死，是，而且他的身体对抗能力要比金城大更好，也没有乱出脚啊。好的，人很多啊，这有点肉搏的感觉啊。跳到自己的左脚，再起传中，有机会，再推机会，左脚射。哎，阿尔内斯，今天先知的射门感觉很差。对，今天其实左右开弓，但感觉好像都是高了啊。比赛来到最后阶段啊，感觉这段时间双方就是那口气儿，谁能顶得住？球没出界，林佳兰很有经验啊。任意球快发出来，再给林佳兰，转移到另外一侧，这转移的不错啊。乔治豪这个球感觉起速有点慢了啊。哦，他们的身体调整体现出他们目前的体能状况，
仍然远远好于对手。嗯，真厉害，这已经是90分钟了，他们的跑动的总时长、总距离，应该是要明显多于对手。继续是敲到右边，嗯，漂亮的摆脱，再起，还有机会。哎，这个球啊，丁海峰挺有经验的，对方这个退的距离不够，赶紧是往对方防守圈身上踢。不时有4分钟的时间啊，朴泰夏啊，非常渴望能够拿一场3分的胜利。今天对他们来说，先是完成了一个小目标啊，进了个球。而作为河北华夏幸福来讲呢，这个新赛季到目前为止，至少这个赛果它是保持不败。没错，就客场都平。当然，这个比赛还没结束呢。这个挑传啊，还好啊，这边应该是高准翼啊，还能够跑得动啊。阿尔内斯，好球，董学生，还能挤过来。董学生怎么处理？没传，再分。啊，力量也是中了，中了，再起传中。4分钟的补时看起来还不平静啊。嗯。华幸福这边还有进攻机会，前仆后继球员很多。赵玉豪，对，没有盲目的去选择攻击球门，给一个身后的空当，看看张成栋传中质量，后点还有，抬不起腿来了这边。嗯，朱海卫倒三角传进来，机会来了，打。哎，这个球应该是挡到了自己的手臂上啊。被对方的手球啊，对，延边那边还快开，嗯，这得多玩命啊！今天右边其实是有空当的呀，这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最后阶段啊，双方都不满于一分的这个拿的分数。哟，朴泰夏这个手势是不是要稳一稳啊？发现刚才其实对方也有机会啊。别最后连一分都拿不到，这个对打的场面确实把握机会能力可能更强的华夏会喜欢。没错，这球开进来了，第一点还是被华夏幸福的球员顶出去，金城大又是跑到了左边，能不能挤进来？是角球吗？这个好像是金城大自己先带出去了吧？是，给的是一个球门球啊。还有1分半的一个补时，哎，这边是吹推人了，任意球的机会，这下应该是搭了肩膀啊。还有1分钟，所以各种变化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是。看一看最后这1分钟啊，或者说最后这40秒的一个比赛，会不会上演绝杀？嗯，战术任意球开出来，打到外围远射啊，又是阿尔内斯吧？是先知。左边还有张成栋。想做一个二过一的配合，挤进去，嚯！看似是解围，其实是反击啊！哎，这边把球抢下来了，2打2的机会，因比加来怎么处理？自己来呢？再给空门的打，哦，绝杀的机会啊！已经是空门了，这几乎是最后的独秒绝杀机会，真的是独秒。如果这个球进的话，延边的球员直接庆祝，可以拿3分回到休息室啊！我们看，尹佳乐很冷静。最后啊，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啊，金城大，我们那边导播反过来一句话：吴磊都进了。
这导播太黑了啊！昨天乌磊是进球了的啊。但是这一时。